加强的话，所有肉英雄吧。想加强一下卡莎吧。Eric forward he goes. The fast with Gale Force, but LWX plays it back. You cheeky devil, you. 加强的话应该是肉的打野吧。加强的英雄吗？虽然我觉得他们已经忘记这英雄了，但我觉得他们可以把蝎子加强一点。It is still coming. He's over the wall. Kodak devoured up there. Karthus impale flash light. That is the problem. 加强我擅长的英雄吧。盲僧皇子之类的。我觉得加强吧，就是好像已经强势的英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强势英雄继续加强一下，然后让我多玩一玩。加强，希望加强像那种中路法师那种偏刺客的吧，还有一颗皎月的。好强！我玩的英雄都可以加强。加强的话，我觉得辅助方面还是需要设计师多多关照一下。加强派克，然后把我 AD 都加强一下。建议给 AD 都加强。加强，我感觉加强一下卡萨丁吧，其他的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일단은탈론같은챔피언좀버프해주고탈론제드같은챔피언정글로좀쓸수있게더加一下其他中单吧，感觉最近比赛就天天吃那几个中路，感觉有点无聊。AD 的那个属性啊，往上提一提就行，就血量啊、护甲往上提一下，我觉得还可以。我感觉上路可以，也可以加强一些英雄。那就是射手都加强吧，因为我玩射手。对啊，打野吧，蓝枪，因为加强蓝枪的话，就厉害吧。加强一下传统法师，现在新英雄机制都太强了，传统法师不太弱。Think Shyvana is a buff. I mean, I think she's very fun to play, but at the moment she's not very strong. So please buff her. 相处的话，左翼。哇，中一下。削弱一下左翼的英雄，노프근데난버프높은필요없다고봐왜냐면메타에따라서또챔프들이장단점이 나뉘니까메타패치가어떻게되는지를알아야되지않을까我感觉可以就把现在英雄都全部削一削吧，就让我们玩点就是比较特别英雄嘛，就打比赛这样比较有意思一点。削弱随便削。削弱其他位置的吧，别动打野了。削弱感觉可以削弱像那种对刷的法师。削弱男刀吧。把打野这个位置削一下吧，伤害有点太高了。我觉得刀妹有点厉害了，还是可以再削一下刀妹。就削弱下男刀。그리고높아의챔피언은일단지금으로말하면아펠리오스룰루같은아아펠리오스랑징크스같은좀캐릭터좀센원들들削弱一下酒桶吧，太恶心了。削弱刺客吧，因为刺客太猛了，就没什么要削的感觉。또삭제해야되는챔피언은안쓰는게너무많아가지고사람들도그러니까삭제도신경안쓰는사람들이많을것같고그러니까챔피언너무많으니까아트린다미언없애야돼내가봤을때트린다미언너무운이야너무운의요소가짙어我希望把左一删除吧，我很讨厌这个英雄。就是蓝普吧，感觉蓝普这版本我不是挺喜欢的。删除的英雄有一个努努，努努，就滚雪球的那个，因为好就有一些人最后就是不管是路人就玩的比较这么说不太好，就很恶心。对，我不作为一个中单来说，就很不想看到这英雄，就非要选一个删除的英雄的话，就努努吧。我想到了，我之前就是世界赛的时候，今年在冰岛也是打过。两段时间在欧服吧，然后那边很多那个小丑绝活给
我当时特别讨厌那个英雄。 Q 过来给你来个背刺，太恶心了。删的话，把那种蝎子的铁男这种可以删一下，就那种机制比较恶心。删除吗？说实话，就是暂时的话就把蓝刀节这种英雄砍一下。如果都能删的话，钩子英雄也可以先删。我想删除人，不想删除英雄，想删除不会玩辅助的人。 其实我觉得现在版本阿克上就是还是蛮厉害的，感觉可以直接把这英雄删了吧。对，复活队友实在是太变态了。对，删除啊，就是小法师。 삭제할 챔피언은 랭톤 특별 같은 이거 피할 수 없는 CC기 주고 있는 챔피언들。把小丑这个英雄删除了吧。赶紧把刺客删了，太变态了。什么奇亚娜什么的，我后期真的玩不了，就一个。 两件三件的奇亚娜都打到你，都打不到他就死了。就刺客什么的，就太变态了，我觉得。我感觉像那种刺客都可以删除，还蛮烦的。对，我建议把所有刺客都删除吧，他老秒我。就别删一个了，都把刺客都给我删了吧，加强的话加强辅助就完事儿了，给我来个一百护甲。我不知道，我也没什么想法。没想到现在跟全部所有英雄公平吧。 没有吧，希望。不过英雄越出越多了，再过几年是不是都快装不下了？感觉都挺好的。没有比较讨厌的，那英雄都还可以。现在我没有什么英雄规定我特别讨厌，就都还好吧。加强中路吧，然后其他位置都削弱一下，删除英雄都不用。